经过这几天的代志，我完全能体谅我爸的心情，要保护家己想要保护的人，还不得已用非常手段。无得到我真正是魔鬼，只是我无发现尔。以后你若是忝啊，就来找我，我会做你一世人上大的瓦工。之前你看我汽车要倒，我想尽办法找钱把你买落来。你为着你私人的恩怨，在后边给我堵一刀，我真正是看不着人哩。罗家峰偷偷入去爸的办公室，你是要查啥？副总，你档案已经准备好啊 ，USB 你通提走。阿哥，你现场爱回复，绝对袂当有单中是发现。但我根本无动过电脑，有一个重要的解密机要档案，可能当落过。正式开始啊！小到半点钟，就要解开这个解密机。跟你想的同款，是罗家峰。你破开伊解密机要的档案，不会那简单。用上短时间，你找罗家峰，愿意把政府交警方进行公司证据。陈中心带人要来咱门店楼骹，确实讲单红接到转去，安尼就无法度指控陈中心害你买咱光耀汽车的 system。我替你应付陈中心，给你争取时间。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安杰，保护档案的。罗家峰。